夜深露重，也不怕着了风寒。我发现你越来越像女子了。我自懂事起，便以男子装束活在这个世上，根本不知道作为一个女子该是什么样子。 那日在妙音阁就很好，我想有一日你能以那样的装扮见我，见世。此事还没解决，我心里始终不踏实，就像一把利剑悬在自己头上，不知何时会掉下来。 倒不如引刀一快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那把剑伤到你的。哦，对了，你怎么也去宗人府了？乔尚书故意推脱，我只能自己去了。你还问我？ 你为何私自去宗人府不告诉我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多危险？我怕你担心。你这样我更担心。都是沈玉把你给带坏了。你别说阿鱼了，他今晚受伤，好在没有大碍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向景王交代了。我看他不需要什么交代，守着沈玉，他开心着呢。